也是他又在给我妈灌输思想。灌输啥思想啊？你看吧，大妈，妈，你别来这么早，你看又是。在外边呢，他看你。小点声，小点声。妈，天气好。别整那个冷到了，冷的人都舍不得看。人都大了，你要整那么冷的干什么？不讲了，你都失业人口，来那个，你等下上午你叫他来公司舍不得。要多舍不得，有时候上班，有时候来你都不知道，你都该舍。我早就问我们家那个伢子，去你可发现了吗？伢子们现在多舍活儿。嗯，晚上还得跟我妈在那洗澡一会儿，你看吧。因为啥？那忙活，早上他现在没那么多客人了，累得早。还想在那看看你。我知道，我就是妈没那么多劲了，因为她岁数大了，没不像咱一样，是吗？对，咱这人都懒。眼着的话，你看他不会说，你知道吧？眼着他不说话，包的，他不会说话。但是他确实心眼够大，是吧？我知道。其实他也挺关心你的，他要他说啊，他弄上了。他不会说，但是他知道关心你。他会做，他会有时间去做，就你知道吧？出来。其实我妈来找我啊，没啥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妈来找我，我妈还能陪陪我呢。眼着也特别忙，我妈也怕我自己在家待着，你知道吗？眼着那么那个啥，你可能就是八个多月了，快生了。你现在肯定最需要的是休息，你妈来一趟来一趟，怕你睡不着，怕你休息不好。她知道，她是养上几个，还跟我们小瑞说呢。嗯。她觉得你最近的话，就是月份大了，拖着肚子，身体也累，就让你多休息休息。但是我一天待着也没事干，我就知道呀，她怎么想的。嗯。但是，妈，哎呀，没事儿。这有啥是吧？你想到那啥就行，你能想开就好。这小哥吧，人挺好的，反正是吧，你这么，要不然你也不相中他呀，他没啥优点，对不对？又开始了，又开始夸你侄子了。没有，我只是说，其实你原来说真的，就是之前他说，就嫁到这种家庭，你也挺那啥的。虽然我们也不是多不好，但是说就是说，你承受的也很多。没事儿，咱都这么年轻，咱都可以努力，对不对？怕啥呢？坐你来。别口出金马，你看这俩人，你看这俩人是不是来陪我聊天的？是的，这抠手机抠的，人家晨晨跟萌萌俩，你跟谁聊吧？我没聊，我发视频呢。啊，你跟谁聊啊？口出口出的。我传视频呢。这一天呢？晨晨也没有跟萌萌聊，晨晨萌萌还没发手机。你发你大白眼儿。晨晨婆婆那发手机的时间，我掐指一算，应该不在这个点儿。你这也快圣诞了，姑娘。那你这晨晨给婆婆发手机的时候，这啊笑着发是吧？那可点儿小，就是点儿这么小。那俩拉啥嘞？是你哥吧？那妈妈说你妈妈呢？你刚才来时碰着你哥了吗？你妈妈没有。就在那个，在那个拐弯那个口呢，那可能这会儿换地方说了，上课你都跟又跟咱妈上课呢，说让咱妈，妈，你别来真早了，好吗？咋啦？又来了？啊，咱妈不是说这两天我给他说了不让他来、啊？妈还说他，对，妈还来，还来的没事儿。行，你看看你这怀孕了。你看，你又说什么？他肯定也这样说。你们上回我怎么说你来着？那不是，这个是该干啥就干啥，你现在不一样，情况不一样。上回我怎么说你来着？你要再这样的话，叫妈说话哈，叫妈办事儿，我就说给你嫁到最远的地方。你傻不傻？我跟你好，为你好。你不行、啊，来来，你嫂子，然后再嫂子一会儿来，连嫂子都不叫了。对，我怎么说他？嫂子，真的，我跟超哥都是为你好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说为你好，是，哎呀，反正是让咱妈少来两斤是对的，知道吧？嗯。